王母，这一次你们总该告诉我，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吧？蟒血吞龙，大当心！周远，一旦选择了他，你就没有任何退路了。你的选择是？我不想再经历以前发生的那些事。 不想让别人再夺走属于我的东西。他得了他不该得的圣龙契约，大周才会付出那样惨痛的代价。更不想看着我最亲的人被伤害，却无能为力。我选择祖龙经。周远，我林峰注定会将你踩在脚下。凭你还做不到，手下的废龙。 圣灵契约，宇宙加盟灭，否则，终你周家列祖，不尽大周子民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我要变强，强大到让任何存在都无法对我所在乎的人造成一丝一毫的威胁。想要你的大机缘，跟上来吧。 你有什么资格值得我等？我要替父王报断臂之仇，我要为母后恢复寿元，我要将大周失去的一切重新拿回来。这道大机缘，我周元有定了。 周家那废龙还真是命，哼，他得了他不该得的圣龙契约，大周才会付出那样惨痛的代价。而我，正是圣龙契约的天命所归。吾皇不要轻视那个人，不想再被他夺回去，就要对他时刻保持警惕。哼，他有屁！ 出生时，圣龙气运被夺，先天元气也没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大吴有龙凤相护，定当国运兴隆，繁荣鼎盛。那怨龙毒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，周元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只要能变强，那又何惧？真想让他无法活着离开将军府。我要成为你的臂膀。 我要一切障碍不得加之你身。就让我看看那周家圣龙能否度过这一关。
龙飞手，对身。